好，各位贵宾，今天有台东县议会所召开的公共政策论坛，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那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美丽湾开发案的反省与前瞻。那今天先跟各位说明，尤其今天时间上实在是没有也不掐个紧喝哈，今天正好我们全中运，正好这个时候几个学校所有的台东学校。学生都在比赛，然后很多的老师都没有办法到。那我们也很感谢今天各位好朋友能够在这里，能够共同来跟我们一起关心我们后美丽湾时代的来临哦。我是饶庆玲。那首先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其实大家这几年都看到了哈，台东县议会其实我们在二月之后就已经开始希望来做这个论坛。时间的巧合连我自己都非常的惊讶，3月31号最高行政院就针对县政府第七次的美丽湾环评决议判决这个环评是违法，接着很快啊，在不到一个礼拜，4月21号上个礼拜四，最高行政法院再次针对台东县政府核准美丽湾复工这件事判决复工不合法，全案定谳，也就是说美丽湾案十几年缠讼至今哦，已确定不得再施工，有任何的确定不能再有任何的开发行为。作为主办单位哦，我最近也接收到很多的讯息，很多人都说台东县议会在这个事情上基本上是没有发言的立场，但我在这里跟各位说，我也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来临。这件事情发生在台东，就是我们台东县议会应该关心的事情。这里没有权责的关系。台东县议会有30位代议士，代表台东县所有的人民。我们的民意论坛大大小小举办了十几次，从最小的简单的午餐，营养午餐到底要不要针对有机食品该怎么办？到我们前一阵子大在为各位做土地哦，台东县大概很多的长官您不知道，尤其李部长，台东县哦自己可以管辖的土地现在只剩6%，其中94%都是别人的啊，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也针对我们的土地的放耕放租啊，也做了很多的系列上的关心，所以怎么可以说台东县议会对这件事情？不应该管了啊！其实我们应该要关心。那作为主办单位，我们希望提供一个理性对话的空间，一个平台，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来针对这件事情来好好的聊一聊。那我们其实这次也有发文给我们几位立法委员刘委员、廖委员，以及即将接任环保署副署长的詹顺贵律师，我们都有很竭诚的邀请他们。那遗憾是因为他们这个下午都正好有事情没有办法来。那换言之，我们希望台东要走出美丽湾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对立以及撕裂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今天论坛的引言人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关于国土保育、灾害防治、永续发展等议题国内最宏观也最权威的专家我的好朋友前公共行政院工程会主委、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教授，我们请大家欢迎他，谢谢。接下来我要介绍几位语坛人哦。首先跟各位介绍是我们的前环保署长沈世宏沈署长，目前是森霸电力公司的董事长。跟各位报告，沈署长在5年9个月环保署长的任期内，如果就我所知，应该是任期最长的那个部长啊，沈署长。他在他的环保署长任内推动2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一个叫专家会议，一个叫不法立德的制度啊。专家会议，刚刚我有跟沈署长在做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基本上是一个环保团体和各个主管机关的对话平台，那希望能够就事实针对事实，大家来做一个各方民众参与、专家代言的一个方式。这个专家会议
成功的解决相当多的例子，就举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核废水所引发的壁雕鱼，大家还记得吗？很久以前，大家曾经说有一种鱼，那个驼背的鱼，壁雕鱼，说是核废水啊，排放核废料的废水，是不是？所以，等一下署长可以再补充，这个成功的利用专家会议，完成了各方的对话。那么还有手机啊，大家知道的那个非游离辐射的一个案子啊，大家手基地台很多针对基地台所做的这个司法案件，其实也在这个专家会议上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沈署长的这个大炮直言的个性哦，这个也给他博得了大炮署长的美誉。那在这里呢，我就 quote 他一段最有名的言论啊，大家可以用这个话可以找到沈署长相关的 Google 大概有10000多笔啊。他说：“美丽湾完全合法，环保团体却要他拆；悠游度假村不合法，但环保团体却不要他拆。”这个是我们沈大炮沈署长所说的话。卸任后呢，我们沈署长依旧不改仗义直言的个性，对公共议题非常的热切关怀。今天议会的一通电话，就让署长放下手边的事情，来到这里跟各位一起来关心我们美丽湾的后美丽湾时代台东县的反省和前瞻。我们来欢迎沈署长、沈董事长，谢谢。那下一位的语坛人跟各位介绍，这个我们在地人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哈。这是我们的台东大学生命科学系刘炯熙刘教授，谢谢。很快的介绍刘教授，教授从1994年到台东大学任教，那时候就参与了达鲁马克啊，达鲁马克东兴部落的社区营造的工作。那么达鲁马克之所以有今天整个社区非常的团结，能够对自己的祖灵文化啊，非常的有一个传统的信仰中心，其实刘教授功不可没啊。那么在达鲁马克是中央山脉以东唯一的一个鲁凯族啊。那么我们台东的著名歌手沈文成就是达鲁马克的孩子啊。那从2005年起，刘教授担任台东环境保护联盟台东分会的召集人，到今天十几年来。刘教授对于部落的社区营造，对于原住民土地的认同，绿色经济和自然保育的关怀，经理认为他是台东环保的急先锋和代言人。而这十几年来，其实刘教授也是自己出钱出力，不遗余力，用了落去的精神在为我们台东的他心目中的理想跟理念在坚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能够找到刘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参与论坛，谢谢你，谢谢。那最后一位，我想各位我们都很认识哦，这是我们的大家非常熟悉，我们的台东县政府陈金虎陈副县长，欢迎你。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陈副县长在坚定捍卫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维护县政府依法行政、繁荣地方经济的部分，颇受黄建廷黄县长的倚重。那么在美丽湾案呢，这个事情来呢，县政府我们认为他在这个部分啊，他是美丽湾度假村的地权完全合法，那么地权完全合法就没有违建的问题啊。那么既然不是实质违建，也就没有拆除的问题。那么最近在最高行政法院对县政府连续的两个判决定验，我们也希望县政府能够对针对美丽湾的未来，我们有没有一个思考和相应的对策。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陈副县长代表黄县长来参与这个论坛。那今天的贵宾都介绍完毕了，那我们现在来请李宏源李教授来为我们做我们的引言。我们再次的热烈欢迎李教授，谢谢。我没有 PowerPoint， 所以你不用看后面。议长哈，我们在座的三位语坛人，还有我们台东县的各位乡亲哈，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来谈美丽湾，我是觉得这个论坛办得有点晚，其实一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要大家一起来谈。那当然呢，他们给我一个清单呢，美丽湾从2003年开始动工，然后呢2006年主建筑物盖好，2007年开始抗争，好，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冗长的这个过程。当然其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内政部的时候呢，也这个烫手山芋曾经丢到我的手上过。好，那这里面呢，第一个法律问题，第二个政治问题。当然我可以看从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我们政府在服务的同仁呢都认为说呢，他在法律上没问题啊，所以他认定他不是违章建筑啊，所以没有拆的问题。可是呢，在从很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又会看到多说呢，事实上在这过程里面有没有瑕疵啊，你会看到说的好像也有规避这个不超过1公顷不要环评，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引起了很多的困扰，就是说因为你不到1公顷，所以你就当初在开始说跳过了那个环评的角色的那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产生了一些后来衍生出很多的抗争，就会让整件事情就越来越模糊。我记得好像是民国101年吧，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另一波抗争的时候，那时候我站在主管官署的立场，我那时候就跟黄县长建议，事实上呢，那时候就应该在当下的时候就把它拆掉了，就不要让这些事情再衍生。后来马总统问我的意见，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演变成政治问题了。即使你盖到最后呢，你说全部都合法，可是这样一直抗争下去，你也没办法营业。事实上，对投资商来讲，对台东县来讲，那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除了法律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必须要面对的是现在的整个的政治氛围，我们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就从2003年到今年2016年，其实我们台湾对环境的意识，民众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两件事情，从法上你怎么看，从政治上你怎么看。那你今天演变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怎样来面对。当然这里面有牵扯到一个很刚刚通过的一个法，叫做海岸法。事实上美丽湾在盖的时候海岸法还不存在的，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法。可是新的法出来以后呢，这个海岸法呢又有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海岸到今天很抱歉，我曾经在政府服务过，也必须讲说很抱歉，我们的海岸真的是一个三不管地带，每一个部要管都管得到，但是就是因为在三不管，所以呢变成说很难去规范这件事情到底谁该来管。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也不可讳言的是，今天法院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已经定验了。那你定验了，你今天要交给台东县政府说你今天要让他再复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在政治上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说，有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如何达到双赢。所以我是觉得呢，这又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专家的看法，啊，专家的看法。那譬如说专家的看法是什么，很简单，我们先谈嘛，这个地方的海岸到底稳不稳定。因为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把历年的航照图调出来，美丽湾这边的海岸的这个稳定度，它稳不稳定，这是我们必须要先探清楚了。它要是海岸不稳定，你盖什么东西也没有用，我让你合法也没有用。第一个，第二个，它建筑物到底安不安全？所以我过去，因为我很抱歉，我对台东的海岸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问说，那过去几场大台风，是不是这个浪有打到这个主建筑物，还是打到游泳池？这会就牵扯到这栋建筑物它到底本身安不安全。那假如这两件事情都证实它海岸是稳定的，建筑物是安全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呢，如何保障大家的大众的使用权。就是说今天
很多抗争，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海岸线不可以被私人企业把我们垄断了。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假如你不是旅客，你不是所谓的有钱人，你付不起钱，你就不能进到这海岸。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多人很抗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假如要有可能有一天不管是谁来营业，那我们要如何保障这个大众的使用权？但是今天呢，刚刚讲了，还法院已经定谳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谈的是呢，怎么善后，我们怎么样来善后？我们不能把一栋建筑物丢在那儿，这个业者说我也不管了，双手一摊，最后呢就慢慢让它荒废下去，然后呢产权讲不清楚，到了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一堆烂尾楼。就像我们事实上，我们新北去看，你到我们新北的白沙湾，一栋建筑在那边就30年，我就每天在那边看，就看它这样烂掉。然后烂掉，海岸事实上它是没有开发了，商人是没有赚到钱的，但是留一个烂摊子，请问你这是我们当初抗争的人想要看到的吗？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是协助台东县政府，协助业者如何善后。假如说我们真的都要把它拆掉，如何把它拆掉？如何让我们海岸恢复到它原来的景观，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抗争结束了，所有人大家都拍拍手，我们赢了，赢了的结果是什么？那地方变成烂尾楼，到了最后变成治安的死角，到了最后变成鬼屋，没有半个人想去，这是我们抗争的目的吗？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要理智的来思考呢，如何善后。那你要如何善后？当然这里面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了，要拆。以我的这个判断，这个业者去告国赔，其实我们政府是有瑕疵的，我们最后可能最后我们是必须要负起国赔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当然呢，要不要国赔，这是法律在认定的问题。我知道县政府有个国赔委员会，事实上它有一定的管道的。然后就是呢，国赔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那当然它没有营业，所以也没有员工就业的问题啊。那假如有员工，那这些员工的问题呢，如何善后？然后呢，中央跟地方要如何来成立一个伙伴关系来面对这件事情？你今天丢给台东县政府，以我对，不是说我瞧不起台东县政府了，但是以我对我们地方政府的了解，其实台东县政府手上有多少筹码？台东县政府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吗？那你台湾县政府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那中央政府要如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协助台东县政府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下面要谈的是，那假如我们最后全部都判定以后呢，发现呢它海岸也很稳定，我们建筑物也安全的，我们呢未来的对民众使用权也有一定的保障，那呢我们可以来谈呢，有没有不拆的空间？我们有没有不拆的空间？那我们如何达到双赢？我觉得今天呢，是我们台东县民呢应该有智慧，有没有办法达到双赢？这是我们可能必须来谈的。那这东西就会牵扯到呢，就是可能待会儿沈处长会跟各位谈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公民参与。这东西叫做参与式决策。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在2005年年底，我到台北县政府担任副县长，我要做一个计划，就是把我们新庄的一条臭水沟，要把它变成一条干净的运河。我要把这10座丑丑的混凝土桥全部改建，就说让整个都市翻转。那时候我就决定什么呢？公民参与。为什么要做公民参与？很简单，我要把10座混凝土土桥拆掉重建。我在施工的时候，新庄呢1年半交通黑暗期，假如大家都不谈清楚呢，这件事情呢就不要做了。而且每一件事情对这个案子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楼的店面他会不会反对？他当然会反对。我在施工的时候呢，我这1年半不要做生意了。可是问题是，2楼以上的人，我1年365天都不敢开窗，都要闻到这臭水沟的味道，那是我想要的吗？大家意见都不一样，你100个台湾人呢，100个人会有200个意见，怎么办？最后我决定了，叫做参与式的决策。我第一天到新庄去，我为了这件事情呢，我就把它定掉，这件事情的决策是由下而上。
怎么定调呢？我第一天到新庄去，我这为了这个计划，我个人到新庄100个小时跟民众面对面沟通。我第一天去新庄告诉他们说呢，我说各位乡亲，你住在这里，我不住在这里，你最好比我多关心一点。这个计划是新庄市的计划，不是台北县政府的计划，要做不做怎么做你们说了算，不是台北县政府说了算。我还跟他们讲说呢，那地方呢，那条臭水沟呢，我们把它加盖了，上面有400个停车位，我就跟他们讲说呢，很抱歉，我要打掉四百个停车位，你们要少掉400个停车位。哇，半个新庄人反对，40%反对，我们家加了车子一定要停在我们家门口，怎么讲都没用。2个月哦，僵住了2个月，我请交通局在附近找到了400个替代停车位，跟我们新庄的乡亲讲说呢，我帮你替代停车位都找好了，不好意思，麻烦你多走5分钟的路。这一些新庄的人觉得说，台北县政府呢很够诚意，愿意跟我继续谈第二题。我亲自给他们上课，我找专家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环境，什么叫做湿地，什么要怎么样，如何来营造我们新庄的未来。我所有的工程全部全国公开征途，我让小朋友自己出来谈。做纪录片哦，今天的臭水沟是这个样子，我们每天怎么生活，然后再告诉这些小朋友说呢，我们如何去画我们未来的梦。就这个计划从头到尾我决定要做，我们我个人100个小时的对话，然后呢到最后完工4年，一天都没耽搁，没有半个人抗争。当然这里面有技巧的，什么叫做技巧？很简单，一堆人，我不能100场，我每一场都跟你讲同样的话，我不是在做政令宣导的，不是。我们派的社区规划师，我们有让社区规划师到社区里面去听他们的意见，把他们意见整合起来交给建筑师，建筑师定出一个方案再丢回去，就是把大家的意见慢慢的整合，慢慢的整合，从1000个意见最后凝不就会慢慢规划到几个意见，然后会发现说有几点我们必须要突破。那这几点要突破的话呢，台北县政府能干什么，新庄市公所能干什么，社区大学能干什么，学校能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曾经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也曾经操作过这个计划呢。23亿的工程，从我决定要做到完工4年，一个抗争都没有。这个计划做完以后呢，政府投资23亿，那一条臭水沟真的变成一条干净的运河。做完以后呢，两旁边的土地涨，房子涨了3倍，土地涨了2倍，创造几百亿的产值。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新庄市的市民，他们对环境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就很好奇，这现在对话变成我们新庄的一个文化。我还在部长任内呢，我就很好奇新庄社区大学到底在讨论什么。我还请我的办公室去新庄社大说呢，你麻烦你去帮我问问看，到底新庄大学社区大学在谈什么。就我非常诧异的是什么？他们在谈什么？他们认为小朋友骑脚踏车上学比较重要。他们在讨论有没有可能不让外面的车子进来。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从斤斤计较停车位，到他觉得小朋友骑脚踏车上学比较重要。所以这个计划呢，3个目的：台北县政府的公务员运作文化改变了。我们碰到问题，几个局长会坐下来谈。第一个时间会去跟民众谈。第二个，半个新庄市市民的环境意识被唤醒了。然后第三个，半个新庄市改造了。所以回过头来讲，今天呢，我很诚恳的建议，美丽湾回到原点，回到原点。今天我是觉得，不管是县议会也好，市政府县政府也好，我们应该就开始针对美丽湾的善后，我们开始设计出一系列的对话。今天呢，不管你是赞成你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海岸有什么看法呢，找专家。事实上的我还必须讲，事实上公民对话是非常专业的，你必须找专家把它做设计，做多少的这个对话，让大家来参与，把不同的意见做整合。最后整合的结果呢，我们来讨论是呢，有没有让它存在的空间。那假如有，那就有让它存在的后续的办法。假如没有让它存在的空间，那必须要谈的是呢，那如何让它善后。
所以这里面呢，我会很诚恳的，这个是我们来设计这样子的对话。假如需要我的，我这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只是说我曾经操作过。今天事实上呢，台湾在负责公民参与的这一些，都是我过去的伙伴，我也很乐意到台东来协助你们来做出一系列的对话，让我们台东县的县民，我们先聚焦，我们先不要有预设立场，我们先谈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假如台东，因为台东比较好操作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事实上呢，人数不会很多；第二个，台东人都很善良。事实上，我们的意见呢，当然它会有正反，但是我是觉得，假如站在台东县的立场来讲，我觉得台东县很适合来做公民对话。我们把所有意见都谈清楚，最后决定说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怎么办。所以这是我觉得呢，当然法院已经定验了，你今天要在法律上要把它扳回来，空间是没有的。那我们如何来善后，让这件事情呢可以圆满的落幕？那假如不圆满的落幕，最后的结果就是拆掉告国赔，然后呢台东县呢可能会赔得灰头土脸。 OK， 那假如台东县没有办法赔，那个地方呢就烂在那儿，那个地方就永远烂在那儿，20年30年就烂在那儿。我相信这不是大家想看到的。所以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我也没有结论，因为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结论的。它的结论在哪里？它的结论在我们台东县民的身上，它的答案在我们台东县民的身上。任何专家学者都没有办法替台东县民决定我们美丽湾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这精神要是有办法让台东县可以让它落实，事实上我们台东县下一步就做什么呢？下一步我觉得我们台东县人、台东县民要谈什么？我们台东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台东的未来是什么？我是觉得，我每次到我们东部来，我都就是觉得，身为这个曾经是政府的主管官司，我都觉得有点汗颜，就是没有协助我们台东东部的这些乡亲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今天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央没有办法呢，把我们的资源整合，让台东的这些乡亲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变成说呢，我们让这个地方呢，一直都原地踏步，一直迟滞不前，这我是觉得呢，这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台东的定位是什么，也不是这群专家学者可以告诉大家的。专家学者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定位是什么呢？台东县民自己要先决定我们自己要干什么，干清弄清楚以后，县政府的政策出来了，内政部的政策出来了，行政院的政策出来了，我们才有办法找到自己的 identity。 现在最遗憾看到的是呢，说今天台湾的所有的县市都要跟台北学，市场大家条件是不一样的，你们千万不要跟台北学。台北的案例并不是个很成功的案例，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定位，活的一个很富裕、很有礼貌、很环境很美好的、很有尊严的台东人，这才是我们台东人应该要有的定位。所以我今天希望呢，把美丽湾的危机变成我们台东县的转机，把公民电话对话呢，参与式的决策变成我们台东县的文化，利用这东西来改变我们台东县的命运。我想我今天的语言呢，也没有答案，也没有对，也没有错，只是说呢，过去在新北市、台北县曾经有这样的案例，我们有一群年轻的朋友，很熟悉公民对话的操作方式，我们很乐意来台东协助大家开始对话。我们从美丽湾的善后谈起，最后谈到我们台东的未来。我想我的报告就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李教授震撼的引言啊，我想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有共鸣。台东的未来的答案其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自己要决定自己的未来。好，接下来我们请，是不是我们请陈副县长，好不好？先请您就来做一个说明。那我们请各位看陈副县长的 PowerPoint。 好，我们主持人
李教授，还有沈前署长，还有刘教授，各位参与今天关心今天议题的所有贵宾，我首先要讲，刚才一直讲提到的是美丽湾的这个环评诉讼判决定谳，它指的是第七次环评，第七次被否定了，那个复工函是县政府当时认为他可以复工，同意我们这个美丽湾公司他来继续来复工，是那个函也被否定，因为他是跟随着第七次环评而来，那这个是前面要讲的。那我也非常谢谢我们刚刚李教授李前部长他提示了，也希望帮我们开出一条路。那我觉得像这一种比较理性的或者比较能够思考有一个方向性的这一种讨论呢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台东县所面临的大概都不是这个状况，很可惜都不是这个状况，用一种比较激情的比较对立式的，那很难去很理性的把这一件问题提早做一个解决，所以这个案子耽误了十几年，不但耽误十几年，其实还是有后续效应。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没有很多，所以我做的简报其实省略掉很多事情，我也请各位做一个参考。好，我要先提的我们台东到底是什么样的台东，这个大家在地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们台东县的困境这个数据是98年，为什么定在98年？因为那个时候是黄县长刚要接任的时候，98年，我们是98年12月才接任，所以那时候的数据我们把它表示出来。这个之前我们没有电了，好，那个我们低收入占4.57%，全国只有1.1%，贫穷的人比较多。哎，我们为什么会穷？这里用数据，这个都是行政院统计处的那个数据，可支配的所得，我们66万，全国是88，台北市是124，是可支用的。那后面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大家大概容易联想，我会很简略的这样提。台东县的隔代教养出现了，我们占8%，全国只有2%。然后我们读书往大专往上爬，学生往上爬的几率，你看看全国36，我们的17。我们的基测成绩满分是412分，我们才190分。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有太多的数据，你如果要看我们所有统计资料，你要从最下面开始看，因为第一名、前十名、前二，甚至那时候前20名恐怕都不是我们。这个是台东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种现象，为什么？那台东人应该这样吗？我们缴的健保费，我们缴的所得税，我们缴的任何费用通通是一样，连马英九都说，虽然他快下台了，亏欠花莲台东给我们400亿，很多议员都清楚，可是我们要到多少？这个在机制上面跟台北看我们台东那个观念实在是差地差太远，我们连要钱都很困难。好，来我们下一页，我们心里很痛，其实我心里真的非常痛，因为我生在台东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国健康指标是最后的，这刚刚有提到了。那我们城乡落差这个大家都清楚，因贫而病，因病而贫，我们到最后这个产生什么些效果你知道吗？来各位看这里，台北市的平均移民平均寿命啊，他们可以活，台北市平均哦是82岁哦，全国还79岁哦，我台东为什么要73岁？这一些对台东有很多意见的
这一些人是不是能够真正去帮助我们台东，真正帮忙台东，让我这个平均移民最少拉到全国平均吧。你知道要拉这个平均移民多辛苦吗？非常非常辛苦。这个是综合性的，综合性的跟整个环境、整个居民的生活品质跟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力各方面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台东应该是三等国民嘛，啊，事实上我们就是啊，事实上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们这一代没有机会了，那我们下一代呢？我下一代的竞争力在哪里？还可以拼吗？有机会拼吗？我们要不要制造这个环境给他？我们应该制造更好的环境，让我们的下一代跟谁都可以比。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吗？为人父母不是希望这样吗？可是我台东的整体环境是这样的环境吗？这个也是我们心中要想的事情。所以我们标题，我刚刚下的那个标题，台东的困境还有县政府的责任，我们把它当作这个是县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我们要担起来。可是只有我们担就行吗？我想大家很清楚，不是只有县政府担就行。好，来，我们下一页。那我跳开刚才那个，刚刚一直讲美丽湾，所以我也把它带到这里来。我们的 BOT， 政府没钱，政府经营能力不好，政府的相关行政作为非常冗长。什么人最有效率？只有企业。设定的目标如果对的话，他的企业，他的整个效能非常高，他能带来什么东西？我们政府机关，我们政府机关不是只有在做美丽湾的，很多人好像把我们打烂了，打烂好像我们就是做美丽湾，然后美丽湾就是不对，你就是很可恶。县政府要做的是什么？台东的发展啊，民生啊，医疗啊，环境啊，教育啊，社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业务要做啊。我们是全面性的，所以我也是希望外界不要误解，我们是一个全面性的政府，怎么样把台东带出来。那奖励民间的投资，我讲台湾的竞争力了。我们政府刚迁台的时候是什么环境？年纪大一点的每一个人都晓得，每一个人都苦过。可是那时候是什么？设法招商嘛，家庭及工厂嘛，加工出口期嘛，什么都免税嘛，奖励投资条例嘛，五年免税嘛，加速折旧嘛，我们创造企业在民间企业的活力，结果带来什么？不是财团的利益了，它带来的是我们全民都能够受益，大家有工作机会，大家能赚钱。企业主没有错，他赚大钱，而赚大钱他在投资，会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台湾的竞争力可以排到那个亚洲四小龙，可是现在呢？这个国家大事我现在不提，那我台东呢？在台湾来比就好，在台湾比就好。我台东跟各县市这一种生活环境、经济环境、健康环境，我们来比，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我怎么可以不努力？我台东县当然要努力啊，而努力最有力量的是在民间，我们要利用民间，但是民间不能只有赚钱啊，他要回馈给我们地方啊。我们讲的现在社会企业，就是你企业要设法回馈到我们地方来，创造就业机会以外，你还有其他社会福利各方面，你都可以来回馈。那我们要做的 BOT 做什么？互信嘛，创造多赢嘛，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不断的来创造新的一个适合的环境，然后让所有的民众每一个人都能受益。好了，那刚刚一直讲那个司法问题哈，我们台湾哈，我们每次打每次输啊，环评问题每战必败，很可怜，所以我们失掉了很多东西。那我就举美国最高法院。他们是多元的社会，他的司法实务是怎么样？法院不能只着重在环保的要求，
要综合考量行政机关还负有其他义务。换言之，政府不是只有保护环境政策，还有社会福利建设、人民的生活收入、健康等。好，我就从上面一直引申下来，这个不是也是我台东县政府要做的事情吗？我要做是全面性的，我们是承担责任。我们接下来是做什么事情？各位最近每天都看到那个新闻，台北大巨蛋，大巨蛋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把它打烂了，把大巨蛋打烂了以后，所有它的 BOT 案全部没有人敢去做了。台北市你现在看看他们的这一些投资案没有了，啊，大巨蛋怎么删了？刚刚我们主持人以前部长他也提到了，我们善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怎么会把它搞成这个样子？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它打成这个样子？大巨蛋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美丽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哦，好，来过来。那我先讲这个海水浴场，74年它就是油气用地，它就在做海水浴场。当时的海水浴场的设施是这个，售票亭、景观啦、办公啦、海水浴厕啦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他也做这个，但是他这里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就是旅馆。各位看到的，很多人有意见的，但是他的服务设施很显然比这边高出很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了污水处理。污水怎么处理？等一下看。好，来。对业者的要求，其实我们有很多，在环评里面的要求，环评委员的要求很多。那我只举例，环境建设这个大家最重视的。环境建设包括什么？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噪音、震动、交通、流量、路易、海域、生态调查。不是调查而已，其实它还有包括护衣在内。那它美丽湾在施工营运期间，它都要做建设。环保署人，他法定的每一年都在建设，每一年都在建设，环保署也在建设，都也要监督啊。好，再来，最怕的是水，水会流到哪里去？厕所的水流到哪里去？原来的海水浴场厕所水流到哪里去？用化粪池嘛，是不是？啊，环评委员怎么要求？污水零排放，我水根本不让你流到海里面去，那怎么做？这个水都是回收再利用，做法是这样。国家标准排放水的排放废水标准是一级、二级处理，通过就可以了。可是美丽湾做什么？三级薄膜处理。我们家里喝的 RO 水啊，我们用很高标准来处理这一块，可是外界从来不提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从来不提。那我们的环评诉讼为什么输？他打的是什么？打的是我们的行政程序。里面有讲到这个吗？环保团体有反对这个吗？有反对这个三级薄膜处理吗？反对这个环境建设吗？没有嘛，从头到尾都不讲这个内容。什么地方被破坏了？只有预设立场式的，这个大浪会打过来，哦，这个会有土石流，这个生态可能会受到破坏。那我们不是在做建设吗？怎么可以容许他这样做呢？你这样一超过标准，我就停止你营业啊。我们不能容许嘛。所以事实上，你环评在打的，所有环保团体在打的，通通不是打这个内容。如果你打的是这个内容，我们做的不够好，要求他改，要求他做到。可是今天打的行政是什么？我们的委员，依法成立的委员，啊，依法成立的委员第五次被打掉了。好，我们请示环保署，环保署告诉我们哪几个人不可以参加，哪些单位可以参加。法定解释本来就是解释权在环保署。好啦，解释过来了，我们开第七次环评的时候，我们照环保署的规定，三长都不能参加，主管的这个单位不能参加，我们剩下三个，县政府内部剩下三个，外面有几个？
外面有五个，我们有五个环评委员审查结果还通过，有条件通过，但是法官不这么看，挑剔到不行。这个司法问题了哈，这个部分我不需要再多做论述。如果司法是很公正，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民怨。那我们为什么要造成这样？你今天如果追求的是环境的要求，我们所讨论的都是环境的要求，那我们觉得真的，我们面对面把事情谈好，要求做好，一样可以做好。好，来，接下来，我这里其实已经是结论了，因为要讲的事情太多，我不想讲太多。我们对台东会不了解嘛？台东环境的优势不是也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吗？我们要掌握的吗？县政府怎么可能会不懂得这个环境的优势？我们当然重视环境保护啊！我现在就在美丽湾旁边，不是有一个富山湖渔区吗？当时我们设立的时候，非常多人反对啊。今天设立了以后，你到海边，那个鱼就在你脚旁边，那么多人去看。我们现在议会刚刚通过，也通过了富山湖渔区的自治条例，不是议会通过吗？大家有共识不是吗？那边现在不是让民众有很多机会赚钱吗？赚得比我们市区的还多吗？我们要创造的是这个嘛，环境也保护了，可是我地方也发展了，我们要的是这个，所以我们两个是一定要兼顾的嘛。为什么不理性到我们只会破坏环境？不可能嘛，因为我们会因为有环境的优势而让地方有所发展，也会因为我们要发展，所以我们更会保护环境，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当然要创造双赢啊，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偏颇呢？哦，在这个部分我在想，我们是应该一起努力，那怎么样去找到一条路出来，让大家有共识？第七次环评定验，但是后续怎么走？那是环评诉讼，要不要继续环评？或者后面另外一条路？刚刚李前部长所提的，是不是再找出另外一条路？大家要有共识啊，不要让它变成类似大鸡蛋。你现在把它拆掉，你要花多少成本？然后放在那里，你要花多少成本？什么都没有赢，弄了半天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不对的。要就让我们走，中间有瑕疵大家修，台东这个机会才会来。刚刚我第一页讲的，其实我讲的心里是很沉痛的，因为我在这里就亲眼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一些民众的问题，我们当然心痛啊，我们怎么会不关心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一起努力，那是不是让我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动能双赢？这个是对我们台东是最好的方向。好，以上我的简报，谢谢，也占用很多时间，谢谢。我们谢谢陈副县长慷慨激昂哈，那我能够了解他心中这几年来不仅处理美丽湾哈，我们还有一个大烟囱哈，所以心中他有百感交集了，我能够感受到。但是今天台东县议会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创造一个对话的平台。那我再一次的说明，司法定验它可能会不公，但是它毕竟是司法定验的结果。那么台东尤其是美丽湾，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大家是试着要帮县政府，我们大家一起想方设法啊，来为找一条出路，来找个解决的办法。我想这个答案再一次从李部长李教授的话，真的答案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现在陈长，我们先请沈世宏沈前署长发言，谢谢。好，非常谢谢邀请，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参加这样的研讨会。
我想我在来之前呢，因为对判决书的内容没有看过，就不晓得，所以心里想大概也没完，真的完蛋了。不过刚才听傅先生讲，判决的这个是对他的一个程序性，那跟我所设想的判决是一样的哈。事实上真的是法官呢，他不会涉及实质的审判，而是判决你的程序违法，那也是唯一他们可以琢磨的地方啊，也可以去怎么样去 play 的地方哈。所以我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判决的话，我可以这样讲哈，就是说事实上美丽湾是这八年来政治恶斗下的牺牲品之一哈，当作他一个政治恶斗的一个祭礼啊。不止这样的案子啊，你看这两天我们看到美牛的事件，对吧？从曹启宏县长现在做农委会主委，他所讲的话，所以今天也有一个一篇文章嘛，是吧？昨天的文章啊，是写的是说，欠了民进党欠大家一个道歉，就是说，为了拖垮这个执政党的国民党的任何政策，做了很多的，为了赢得执政，做了很多的违心之论，不但违心之论，甚至是很多的谎言。这个谎言不是只有从政的党员，各种周边的团体大家一起扯谎，然后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事实早被掩盖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俯拾皆是。所以我们看回首讲起来是不堪回首啊，我们台湾民主政治走下去是很可悲的，除非是民进党执政，执政之后会不会可能也就是这样啊，屁股跟着脑袋走，我们重新有希望啊。这也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他所用的焦土政策或者是补锅破锅法的希望的结论。当然我们想选民也只有这种选择，我们希望我们还有救啊。所以我们回头来讲啊，所有这些委屈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有哈，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大家如果回头想另外一件事情，高雄有个日月光案，大家一讲日月光，一定痛骂这个没有良心的财团，赚了那么多钱是做污染。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真正的事实是陈菊扯大谎。就如果不信，回去我们环保署看我的这个网页啊，当时我就点出来了。可是他可以扯谎，等到法院判他输的时候，他会说法官伤了市民的心，事实上是他证据不足，跟着他率领所有居住所长在所有人面前扯谎啊。今天的时间不是谈论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细节，各位上网都去看。我还为这个录了七集的这个叙述在网页上，我们的环保署网页叫错误与真相。我是在内阁阁员里大概写新闻稿最多的，我5年9个月12天写了454则的澄清稿，当然真的登上去不到10则啊。那是，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写，因为事实要留在那边啊。大家后来还可以看得见，像这两天一个远见的记者就说要访问美丽湾，我说你上去看就好了啊，因为我每一则新闻稿下面都有超连结，把整个所有的关于新闻稿都可以点得出来啊，还有让民众下去跟我们对话，都有对话啊。我们是一个很公开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的最高点击率也不过只有6万篇，平常的是1000、2000、3000、4000算多的，可是他们只要报上扯个谎是30万份至少，那我们怎么能够平反？有人很怪，你们这为什么不会去澄清？马政府人都不会去澄清，搞错了，我那么努力澄清效果还是那样子，整个
整个气氛就是那样子。哦，我写的最刺激的一份新闻稿，拿有60,000人点击，讲到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要做副署长的詹顺贵。詹顺贵在所有的环保的这个诉讼案是无一不语，几乎是吧？哈，大家叫他环保大师、环保律师。我的新闻稿上写到他的是说谎律师詹顺贵，又说谎了。他没有告我，因为他没办法告我，因为是真的说谎。啊，所以美丽网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很多事实的掩盖之下，我想。在那么多事上，法官的感情也会受到影响，啊，说不是他要故意，啊，很多人的感情，包括我们这个执政的很难过，很困难，就是我们常常要去说明，去人家讲错的东西，可是人家都怪我们不应该照他讲，他以为我们就是他讲的那样子，所以都在责怪我们，我们还为自己辩护，我那要跟人家打，还要跟为自己辩护，我们同样的蓝军人一直在怪我们，说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或者你为什么不会去辩护，为什么不会澄清，事实上不是啊。那怎么办啊？如何让大家看见事实，看见真实啊？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比他还公开、还透明、还开放，还要参与，你才能抵抗，因为这个是民主开放的社会，我们要一个成熟的民主啊，让大家看见事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摊开来，让大家一起找问题，一起找答案，然后你才能建立大家的信任跟信心，啊。刚才那个我们饶议长有提到了，是吧？我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叫做公众参与专家代理，或者刚才我们这个李部长啊，这个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参与式的决策。基本上要大家一起来，但是大家一起来啊，是要有方法，要有一个设计的。那我们以前的设计有很多，都在我们叫公共政策的第二阶段。其实我们大家大概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公共政策的决策是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做搞清楚问题是不是，是怎么样；第二个阶段说这个事情要不要做。所以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常常把这两个阶段混在一起谈，就出问题了。我们在第二阶段要不要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好的设计啊。我举个例子哈，我在我离开内阁的时候，最后一次在院会讲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这个李部长、朱部长跟我是吧，三个人说每个人讲5分钟，后来我们李部长讲了30秒就不讲了，对，他说我那后来说他不讲，我就多讲点了。因为我讲完之后，这朱部长说他也不讲了，因为你讲了15分钟，把我时间也讲掉了，所以朱部长也不讲了。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要讲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政府如何让专业得到重视，事实得到澄清，然后在决策之前呢，是依据证据、依据事实决策。我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核四公投，核四公投是一个民主的参与的极致，你让说核四要不要去？操作让每个公民投一票去做决定，这已经是民主的极致了，是吧？如果你真要做的话，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在院会说，如果还有一件事不做的话，你宁愿不要公投，你就自己决定做不做就好了，干嘛还要公投？那什么事情？就是到底核四安不安全，谁说了算？那个安不安全那个平台是原农会说了算吗？那么大的事情要不要都已经给公众参与了，为什么？安不安全还要捏在自己年龄会手上说它安全不安全，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第一阶段到底何等安不安全，这样的一个决定原能会决定，还是要一个很好的参与的设计来决定。这个参与的设计很重要，就是信任的机制。今天如果你没有这个机制的时候，各说各话，那个专家都是专家哦，这个专家说这个，那个专家说那个，老板听哪一个专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决策单位不弄出一个专业的平台，这个平台很重要。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其实我从早年，从60多年维州工业，我开始处理新竹化工、处理李长荣化工等等的公害抗争事件、纠纷事件、官场事件的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
我把专家请来，结果发现我找来专家很惨很可怜，被人家丢石头，被人家吐口水，没有信任。那你找来的是帮这个工厂背书，帮你背书的，哪里是帮我们的、啊、没有信任。后来我发现不行了、啊、请民众推专家是吧，但是你既然请了民众推啊，你也请工厂推专家，所以两面专家坠下的时候，我们就在中间，然后大家会听他们对话啊。所以刚才讲到密钓鱼事件一样，但密钓鱼事件一出来之后，我就用这个机制，而且用各方推专家啊。那时候环保团环保联盟说啊，是核废水核放射让鱼变成驼背是吧，啊那我们就说这个环保团体也来，农委会来，各机关台电也来，对不对？大家形成一个行政协调小组，干嘛？他们找钱做研究调查，另外就是推荐专家，一个调查小组，一个审查小组，啊。所以这里很重要概念，有没有一个独立、一个客观中立的专家？如果你说找一个客观中立的专家，你就是在唬老百姓、欺骗老百姓，老百姓也不相信。没有一个客观中立的专家，每个人都有成长背景，每个人都有系统性偏差。所以专家你要获得大家信任，一群专家可以做得到大家的信任，就是专家之间是 check balance 互相制衡的、哦、所以我们刚才讲要互推专家，后来我们都是四方推专家，那这个也放到我们现在环评制度里面去，一旦有重大的争议怎么样，四方推，哪四方推？环保团体推，当地民众推，开发单位推，政府单位推。好，那也很重要，专家是专家哦，不能说一个专家解决所有问题，对不对？专家就是只懂这边，别的不懂啊、哦。我们还要讲，其实每个人都是专家哦，对不对？我们以前说找专家来，都是找的弹头专家很多，你知道哈？所谓弹头专家，他对系统知识很清楚。可是，在民主开放时代，一个计划是在当地落实的时候，当地民众比你还清楚，当地的专家比你弹头专家还清楚，是吧？甚至很多人比你还清楚。所以，其实我们要讲，每个人都是专家。可是，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那个争议点需要的专业是吧？我们很多人就不是专家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是吧？这时候你又要转家找专家。所以，如何找专家？专家的 check balance 如何建立？所以就看我讲的方法了：四方推专家，互相 check balance， 然后他会得到大家的信任。好，我这个方法那么多年下来，像密钓鱼这样一搞完了之后，大家说结论不是因为核放射，是因为温排水，那个温度就让这个鱼就驼背了，所以我们邵广州这个中央研究院邵广州这个教授一下，他就喂他吃维他命 C， 喂了之后，哎，发现他不会弯了，他是维他命 C 被破坏掉，所以弯不了驼背，因为是温度的关系啊，就得到这个答案啊，所以出来大家就没话讲，就相信了，对不对？哦，我们还有说一个就是陈娇华女士，她以前带着很多人到处去抗争基地台，抗争我们的高压电塔，对不对？哦，然后他告诉我，他一到一个房间，他就说这个房间的这个电磁波太强了，我的头痛。啊、哦，结果后来我们用了这个专家会议的机制，他也进来参加去做，现在他能够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标准。我不讲过程了哈、哦，这个里面其实这个机制的重要性在这边啊、哦。所以当我们讲核四公投的时候，是吧？那么专业的一件事情，老百姓怎么得到叫的，就是我们上前一阵子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叫卡勒曼来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各位如果记得，对吧？那本书他就告诉我们，人有右脑左脑，右脑是直觉跟情绪感情的，左脑是定逻辑思考的，是吧？我们一个人90%的时间用右脑在做决定，只有10%用左脑，哦，因为右脑反射式的。那个人为什么得诺贝尔奖？他是社会心理学，哦，他推翻了我们经济学的五大假设。第一个假设，经济学说人是理性动物，他错，人是非理性动物。人大部分是用右脑在决定，不是用左脑的逻辑思考。包括你买香水的时候，我们女性朋友都听你哪个朋友跟你讲这个牌子好，哎，你跟他很好朋友，所以你相信了。看了广告，这个让你佩服，所以都右脑在决定，不是说用左脑分析了半天这个成分什么对你好，不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当你要去公投的时候，那么多的民众你怎么去沟通？大家都用左脑，因为用左脑的时候你只能很专心的全神在做这件思考这件事，其他什么东西发生都不晓得，而且花很长的时间才搞清楚问题啊，大家知识背景都搞得清楚，搞不清楚。
所以所有不管永和反和都在下民众的右脑，对不对？让你去做选择，而不是告诉你左脑到底安不安全。他用下的，不是告诉你分析的，也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分析，让每个人听懂，是吧？那怎么办呢？所以卡尼曼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后来我的发言他讲的话跟我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哈。他说一个好的风险政策，好，为什么注意到那句话？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有个座谈会啊，高希君教授组织，总统也在，我也在，十几个人哦。有人就问他说何时公投他赞不赞成，他马上答案，他说反对，两个理由很快就讲。第一个，那么专业的事情为什么去决定？他第二个，问问题核实工作的题目会影响你的答案。他说做过很多的研究，同一件事情问不同的问法，答案完全相反。所以大家为什么在吵那个工作题目要怎么定，就这个道理，是吧？哦，所以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的风险政策啊，就是我们的公共政策都有风险啊，所以他叫公共政策，他叫风险政策，是专家的知识加上群众的情绪跟直觉。好，一个好的风险政策要专家的知识加上群众的情绪跟直觉，这两个怎么加？怎么加？各位有没有发现他的加法就是那个专家会议。所谓情绪的这个群众的情绪跟直觉就是信任这件事情。当我们一群专家是我们经过刚才的机制所找出来，它是 check balance 的时候，那出来的答案大家愿意相信，愿意听他的，愿意用右脑去相信，对不对？那专家用左脑帮我们思考去讨论去辩论，然后民众用右脑去接受，这就是所谓的专家的知识加群众。所以我是听了他说，哎，我才发现我们这个机制就是他讲的这句话。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哈，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要一个迈向民主成熟的社会，而不做礼盲乱棋的决策的话，不管你是走到公投，你前面那个专家会议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才会说，今天当年当时立法院让江院长上台去做施政报告，通过了三个决议之一，就是说由各党派推专家去确定核四安不安全，所以我那天就说，我说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你宁愿不要公投。袁隆会既然说了安全，那你就去盖就好了，运转就好了，干嘛还要公投啊？啊，你如果要公投，不借这个机会建立一个对我们国家影响深远的制度，就是那个专家的平台，对不对？去把它建立起来。专家不是万能的，我们回来讲，那个专家要告诉我们什么事。事实上，我们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啊，事过境迁，理未易明。不是每个事情都有答案，以前过去的证据不足就没有答案了，把那个答案的事情也很多啊，对吧？所以不是任何事情说专家可以得到答案，不见得。第二个，对于未来的预测，任何预测都有不确定性，有确定不确定，对吧？所以专家不是万能的哦，也不是告诉你所有答案。那怎么办？那专家什么功能？专家很重要的功能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确定，什么是不确定，什么是有答案，什么没有答案。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很多事情被倒过来讲的，对不对？确定说不确定啊，就跟我们现在美丽湾到底它啊，我们常被说，哎呀，它的那个也废弃物乱埋、乱摆、乱倒，我们就看着没事，没有倒，没有乱倒，但是到处的网络什么多数它乱倒，到处乱搞，那谁说被相信？往往我们讲的不被相信，他们讲的被相信，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讲一句话就让他没话讲。那什么话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讲一句话他就没话讲？就是我那个平台。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吵的最大也是诉讼案件不输给这个美丽湾的，就是中科三期的案件。哦，中科三期也是从民进党时代留下来烂摊子。哦，我说其实屏东案子也美丽湾也是民进党时代就已经留下来摊子。为什么我这样讲？对不对？那个时候发现他说切割环评就要说停工，也停工了，哦，那时候的环保署下令停工哦，哦，然后才重新这个做环评，然后重新发照哦。所以那时候在那个谁田秋瑾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台上，他说你为什么把它拆掉？我说你叫我拆掉，我说民进党你执政的时候96人发现，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拆？那时候没有建造，没有重新发建造，那时候拆是最好拆。你民进党为什么不拆？
那么既然叫我拆，现在他拿到合法的建造，你现在叫我拆，你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啊，是那个时候的摊子啊。同样，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也是啊，中科三期，对不对？是民进党通过的案子，然后环保团体去告，告的时候败诉，是因为健康风险评估啊没有做，所以我们就要那时候要去做健康风险评估，我们就做完了过了，他还不行，还继续告啊，所以告了十几个这个诉讼案，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做完之后啊，那是审查完了，又开这个环评会议啊，一个环保团体的这个代表就第一个讲话就质疑我。哎，他拿的这个谁？他说我们现在你看，这边是拿了一个报纸啊。他说这个是我们台大工卫教授张长全啊，他在报上说，这个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不完整，啊，要进入二阶环评才完整，啊，你们为什么说环评委员对得起学生吗？你们今天要准备把它通过？哇，骂了一阵。哎，我说等一下啊，我说，哎，我平常不太这个查端子你的讲话，不过今天要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说张长全教授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说台大工卫教授啊。我说你还知不知道他也是那个健康风险评估报告的撰稿人之一啊。我说他负责写健康风险报告，你说不完整，我们请了学者专家来审查，修修改改，审到最后通过了，他凭什么说不完整要进二阶？哦，何况我说审查这个专家是请各方推的，不是我找来的哦，请你环保团体推哦，当地民众推哦，就是我那个专家会议的机制这样审出来的哦，哦，我这样审出来的这种结论大家通过了，哎，你都不相信的话，什么人的话可以相信？你自己讲的才算，别人的不算。哇，他就听我这样讲，他愣在那里了，哦，他一分钟，我一分钟，他愣了一分钟，然后时间到他就离开了，哦，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的时候，我不需要讲内容，我只要讲答案就好了，对不对？因为就是程序的正义被大家坚守。今天法院说法这个也是说在你的程序上挑你的东西啊，因为真的说环不环保符不符合需要是专业的事情，是这些委员现在被授权去决定的事情，法官只能在程序上去挑这个事情。那今天很多事情被讲的不对，像有一次不动员了多少教授去这个联署嘛，要拆掉这个美丽湾嘛，是吧？哦，600多，结果我就投诉上去，我说你上面写的说，哎，法院判要拆，有没有这个事啊？法院根本没有判要拆啊，我就把那个判决贴上去，你这欺骗这些签署的人，没有去看判决书的教授们跟着你签名啊，所以我一贴上去之后，就不再增加签名人数了，事情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回头我来说，真的，我是花了太多时间了哈，那整个事情呢，啊，真的是需要回头来哈，把用个更开放哈的方式，让很多大家在质疑的事情啊，去把它怎么样能够澄清了，啊，把这个专家会议的机制引进来哈，通过这机制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让民众看到事实，而一句话就把事实点破，啊，否则的话，我们去看到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呢，啊，当他跟你乱讲的时候，你简直媒体又报道之后啊，你要去讲内容都没有来不及的了。唯一就是说一句话，人家就可以接受的这种方法是什么？好，那我是不是先就报告到这边？好，这谢谢。我们谢谢沈署长，这个依然是沈大炮的性格，我这个非常的这个用更开放的方式，让所有的民众看到事实。好，我们接下来请刘景喜刘教授。议长哈，李部长、沈署长，还有陈副县长，各位啊，台东乡亲，大家好。那我想这一件事情啊，我大概是在2007年了哈，2006年12月的时候啊，我们环保联盟徐兰香女士因为住在都兰哦，经常开车经过，就要我去查，我是很忙的，我干嘛要去查哦？真的事情很忙啊，后来我们真的找到一位朋友哈，去帮我们查，查了之后他觉得很大问题哦。那这个事情我们
本来有聘专职人员啊，他不敢担任哈，他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他承担不起啊。一直到2001年啊，2007年的1月12号有一个环评会议，哦，就是那时候呢，环评委员看到哎，怎么样，怎么没有经过这个环评程序就已经把主体建筑盖起来了呢？哦，他们觉得哈，那其中有一位大家比较熟哈，也是啊张长义教授。好，但是我算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推环评法，哦，他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哦，那这个后来有判决停工罚款，哦，那但是呢，我们呢县政府可能没有去执行，所以呢才有人继续跟我们检举，哦，后来我们啊，聘到林英格哈，哦，林先生，哦，他很勇敢，哦，他就开始开记者会，把这个事情揭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环评委员为什么会觉得不可思议？环评委员都还是邝县长那时候聘的，哦，那时候我已经不是环评委员，哦，但是我大概知道问题，那个就是程序问题。程序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2004年，啊，我们徐清源县长在 BOT 给美丽湾度假村公司的时候，是用80个房间数，建蔽率只有6点多，容积率是19点多，怎么一翻哇，到了。在他卸任之前，哦，就是徐清远卸任之前，哦，他们啊，就等于是给他哈，切割出不到1公顷的0.9965，然后呢，给他建蔽率呢高到这个大概十几哈，忘了15左右哈，哦，然后那个容积率大概到啊37，哦，啊这个东西环评 BOT 你签了。啊，当时我没有参与，我们尊重。但是呢，你怎么可以签完之后一直改，一直改呢？哦，那环评委员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看了之后不可思议，所以呢，这个就开始走这个程序。我们开始跟立法院反映，媒体也报道。但是呢，我们县政府呢，仍然呢，把前一批的环评委员几乎都换掉了，换了新一批之后呢，在2008年6月15号就通过的。这个啊环评，那时候呢，哎呀，怎么这么离谱呢？所以我们很快呢，啊，就跟啊环保署来反映啊，很可惜呢，啊，我们啊被驳回啊，哦，那驳回只好走行政法院呢，哦，啊，那时候沈署长也是驳回我们啊，哦，那我们走行政法院的结果啊，哦，我们一开始就是你刚才讲说常胜军呐，啊，哦，行政法院就还给我们公道了。环保署没有还给我们公道，环保署理论应该要帮我们保护环境啦，啊，但是呢，他没有帮我们保护。啊，我们站在是一个啊，关心环境就是关心大家，环境是大家的啊，环境跟发展呢，事实上环境是一个资源呢，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啊，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第一审胜诉是在2009年8月10号撤销环评胜诉，那就一路打啊，哦，那。已经2012年已经算是一月的时候定谳了，我没有想到，哦，我们沈署长可能也环保署那时候开个会，在4月份啊，哦，然后呢，竟然让台中县政府可以重启环评，这个我看了环评的案哈，这样的案子我好像还没有听说。一个案子如果说你今天有很大的改变啊，哎，看什么样的。什么因素改变了，那你重启环评，但是我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们一直劝县政府不要再去重启环评啊，因为他都不愿意去听我们劝，所以我们在2012年哈，我们又去告了一个啊建造无效，也是走行政法院啊，我都觉得他建造无效才对啊，啊那这个东西呢，在啊去年的9月3号也判下来，我们胜诉啊建造无效的部分。啊，哦，那之前我们没有看建造，没有告他建造无效啊，哦，因为那个环评呢啊一审呢里面呢就有写说这个建造哈啊致使无效都有写的在环评书，但是他我们没有告他建造无效，后来我们就多告了这一条啊，哦，那这个已经判成一审啊，哦，已经当然还没有县政府还在上诉当中，我们要讲的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如果说有刚才我们的。啊，沈署长所讲的那个专家机制，或是我们的李鸿源部长的那个过程，不管他从 BOT 开始做决策，还是说还没有
环评之前都有这个过程，我相信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哦，大家可以啊，如果说我们的美丽华集团，美丽华集团哈，当时呢是2005年2月发一个文给县政府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哎，因为开发需要，哦，我们可不可以来增加那个容积率、建蔽率，哦，还有切割土地的问题，哎，县政府都可以同意，哇，那这样的话，他要盖成怎么样都可以啦，哦，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这边，所以美丽湾集团，我后来他们我们在这个啊环评会议上辩论的时候，美丽湾集团还跟我们讲说，哎，这个没有办法，这么好的海岸，我请 Holiday Inn 来讲说，一定哦盖这样80个房间数，太可惜了。但是你当时合约书是签80个房间数耶，怎么可以变成200个、300个？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合约不是签假的吗？每一个人签约之前都可以写一点点，然后签约之后，我们跟政府官员讲好，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吗？那就无法无天了啊！所以这个程序是这样，这程序为什么法院一直判那个啊？那刚才呢，我们副县长提到的那一些，我们的失业率啦，我们的隔代教养，我想这个都不要模糊焦点，我们回归到这个部分。如果今天我们的美丽华度假村啊，美丽湾哈，它很好的，它按照当时跟徐庆元的签约的内容把它做出来，哦，我想那个地方跟今天不一样，哦，那为什么一定要？哎，我这个变条哎哈，闽南话讲变条，这样嚯，可以一直滚，一直滚，哦，可以一直变更，哦，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而且2005年2月啊，哦，还有一个叫《原住民主基本法》，他那时候是2006年底才开始做环评，已经有原基法，它是属于公有地，他也应该要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啊，哦，那个有一个程序，不是说我有沟通好就好了。我想刚才我们沈署长特别谈到了一些过程，我们不能说我都很尊重人民，我都有参加，那是你说的啊，你有没有经过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可受公平，为什么壁雕鱼？我那时候谢谢署长讲，我那时候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们针对壁雕鱼我们就辩论过，到底是有机洗还是温水，还是我们是从动物学的原理在探讨哪个原理，谈过，那这个东西变成说每个专家都可能用猜测。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专家好好的针对这个议题来谈的时候，可能可以解决的。我们不要基于你好像说我们所谓的关心环境的人都是不环，都是什么不理性，然后呢都是妨碍地方发展。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啦，地方发展的方式有很多。那我们只是针对说你不应该这样。这个事情呢，连我们沈署长的好朋友那个张长义都跳脚了，你想想看，环评会议是怎么样过来的？环评法是怎么定的？这个过程我参与30年前，我刚才翻译过这个方面的书，我参，那我知道这个很艰辛，才在1996年才开始实施，哎，这经过大概有10年的奋斗才有这个法律，那结果呢？我们地方政府却没有按照这个法规应有的精神也好，或是程序也好，都没有兼顾，所以我们才有必要这样做。那我相信呢，未来现在后来又有一个去年2015年2月通过的这个海岸管理法，这个也是沈署长当时的副署长邱文燕跟很多关心环境的朋友一起共同起草的。这个东西不是妨碍我们，我这里面有听到说什么零开发，那个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个只是回归什么很重要一点，民众怎么样一个很好的参与机制。刚才我们两位我们部长署长都谈了啊，那个过程把它呈现出来，而且环保署过去也开过很多的公民审议式民主的会议，并不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我们不要避开，我们回归到这个方式来谈。我相信那个不是叫零开发，法案管理法里面要我们零开发，他只是说，提醒你，你这里有很多文化资源，你有很多生态环境，很多资源，你要保护它，然后来让你的发展可长可久，它并不是要我们不发展，联合国叫绿色经济，之前叫永续发展，那这个东西是我相信呢，
应该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探讨这个地方。我不想说这个建筑物，好，我先把建筑物先拿开，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来发展，甚至我们可以扩及到整个东海岸它应该怎么走，是一个人民之福。那我觉得今天谈到这么多，可能那个机制mechanism 应该怎么弄出来，刚才李部长有谈到新庄的经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谈这个经验，这个不是只有美丽安事实上是很多的东西是应该要这样汇集。然后呢这个东西刚才说四年嘛，对不对，可能真正的工程只有一年，之前的连谈就要谈好几年呢。还有基本的 data， 你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然后呢你就给他做下去，这样谈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缺乏什么知识，我们需要补什么知识，我们慢慢来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漂亮而不是我们把它随便说我们就是环保人士，就是妨碍地方发展，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群居移民或什么。我想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你，我看到我们饶颖琪以前的副院长，当时为了南横国大高速公路也不是跟我们环保团体讲在那里，我刚好那时候来台东我就是变那个那时候就也参与了不少后来当然僵住嘛后来国发现在以前经建会那时候雪山涌水事件，对不对，技术上有困难，后来有一个综合发展计划，后来讨论最后有南回国道高速南回公路嘛，把它类似快速道路化又省钱，然后又我还记得夏祝九当时讲说这个南横高速公路像天边的彩虹，可能吃不到我们好好的把这条南回公路改善一下身边的玫瑰我们马上就可以这个是我这样讲说美丽湾的案例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有一个开启我们这个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公开的一个参与机制那我相信这个是应该如果有的话我们没有答案了我们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了谢谢。谢谢。那我们四位都已经说明了，我想接下来就请不过我这里30秒因为你岔出这个海岸法，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至少我个人其实是很希望放下这个麦克风跟你好好讲海岸法这个，但是今天因为这个岔题了，我们就下次有机会我们大家再聊我们是那我们是请沈署长就针对好不好，我们请署长谢谢。我想这里面当然外界有一些误解的地方，包括当年这个美丽湾被就是发现没有做环评，而且切割环评，环保署很清楚，就是说要求停工嘛。那当时的县政府也停工了而且那个照也撤掉了，所以他其实是后来停工之后的重新做环评，过了之后再重启重新发照，是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其实任何的法院判决其实都有照判决的事情去做而做的时候能不能重启环评，事实上在环评法里面它是可以重启环评的，就是可以重启环评包括现在也是程序性说你这不合就可以拿掉，对不对，所以它如果才重启环评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那只是说你走下去的话那个参与机制我觉得真的是要建立起来不论再有机会说你又是闭门造车自己找了专家来就说一面之词我们讲这个叫真的叫 politics of science， 我讲叫科学的政治了什么叫科学的政治，我们有政治科学，但倒过来也有科学的政治。所谓的科学政治就是说事实发现的过程，如果你没有顾及政治参与面，事实永远不会成为公认的事实。大家以为科学是你讲出来人家就要信，人家就是不信，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这样，你讲出来人家要信，不信为什么，他不像他认为你讲的根本就骗他的，他对你没有信任嘛。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右脑的信任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环评的重新起的话，公开透明嘛，打开来好好大家一起针对事实就事论事。再回来我们的环评制度，刚才我们说很辛苦把它定起来，我们从美国抄来的，事实上我们抄来是把它抄错了。我说抄错了，怎么抄错？美国的环评制度是什么精神呢？就刚才也回应上刚才这个副县长，我们的任务大法官讲的是吧，不是只有环保一件事情，你还要综合其他的一起责任，一起做综合的考量，这是真正的精神所在。那为什么有美国的 NEPA 定了环评法？因为过去我们开马路的政府机关，或者是做水利做水坝的主管机关，或者是很多给许可的开发的许可的时候，他只想到他自己的目的，都忽略了环境的兼顾，对吧？所以一个法说你政府所有部门以后做任何决策要把环境的影响搞清楚，这是一个。第二个，要很好的公民参与，让所有受到影响都要参加，一起来搞清楚之后你再去做决定。注意哦，是你在做决定，不是在环保署在做决定哦，是每一个政府单位自己要把环评影响搞清楚之后拿进来，我做许可的时候我要综合考量，我要做许可。但是到了台湾，我们把在立法院把它改成什么东西啊？说环评做完之后，环保署来有否决权，说你这个专不能开发，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只有环保署做了代理人战争哦。当我要做否决权，能够只否决而没有许可吗？当我说否决的，实际上就已经有许可的意义在里面。我还是要综合考量，我去替他们去做综合考量的时候，糟糕了。你看我们通过了环评，人家去告我的时候，哎呦，你为什么通过环评？我就要讲很多通过的道理。结果你帮财团复航，你帮经济部复航，哎，我变成人家修理的对象。那事实上综合考量应该是原来的所有主管机关，我们台湾把它切出来，不许可的责任给环保署，这是完全的错误的开始。所以我为什么在任内的时候我就也提出来了，我说应该修，把否决权拿掉啊，甚至那个环评委员都要拿掉。科学的事实的要 ad hoc， 大家信任的专家去弄，而不你弄个常设的时候，这些人都变成不被信任的对象啊，找出来事实就不被大家相信的事实啊。所以就回忆你刚才，照理是应该县政府最后根据大家科学决定的是他去做最后这个要不要开发，是他来决定的，不是说环保局或环评委员来投票决定。所以很多人怪说，哎，你这个环保委员到底是什么？他的专业是搞土木的，为什么去讲到这个什么生态保护去了？哎，偷留专业发言。我说啊，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你给了一个否决权之后，他们都变成小立法委员了。你可以叫立法委员说这个问题不能问，那个问题不能问吗？他什么都问了，因为他要否决之前，他总要搞清楚所有的问题，他决定要不要投否决权嘛，对。然后所有问题搞清楚的时候，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是授权给他，用他裁量，用他的价值去判断说我要否决还要不否决。在我们的一般来说，当你搞清楚事实，很多有搞清楚搞不清楚，把搞清楚搞清楚之后你还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决策机制。一个是县长根据法律授权他就可以许可不可以许可。第二个委员会制，每个委员都有他的投一票的权利。第三公投，是吧？就回到真正的本。所以你环评是干嘛的？是把事实搞清楚，让首长或委员会或每个民众搞清楚事实，而不是去投那个否决权的。他们是专家，他们不是给他们去，所以他要脱离专家的话就不专业，他也去搞就要不要去，没有人去搞事实了。这是我们最大的环评制度的问题所在，啊，未来也答了给你的答案，啊，我就回程归因到。因为这个圈地盖饭店哈，我是很难，哎，怎么讲？圈地这个字哈，在台湾哈好像不流行哈，我不太清楚是。因为今天对。因为这几个议题现在哦，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海岸管理法，因为我的见解是，其实海岸管理法它当中没有开启对话机制，它大部分是限制，就是说它这个法案是限制，所以我才会说希望说是不是您刚刚既然已经提到，是不是可能请你试试看从您的角度
来替我们试试看，来讲这个第四个，除了在最漂亮的这一块地方，除了盖饭店的开发模式之外，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开发模式，而是大家都可以允许的？因为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其实只要一谈到开发，基本上就已经自己先打叉了啦，就不可能了啦。所以有没有可以提供我们其他的模式，让我们来思考看看？抱歉哦，这一点哦，可能李部长比较内行哦，因为他们那个搞城乡规划的哦，比较有概念哦。我们不是，就说我们今天是就环境的议题啊，我是从自己学生态环境方面的，所以我只会那个。那至于说未来要怎么规划哈，我想问东莞处，啊，他们会比我们有计划，比较有想法，但是他要合乎法规。那我只能够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机制啊，就海岸管理法里面你要设保护区，你要做什么样的开发，都有一个机制，就是那个第七条哈的最后一项，就是那个公众参与这个机制，他在强调就是刚才两位讲的这个机制。至于说要怎么模式，哦，你要圈地或是怎么样，哦，事实上还是回归我们的居民哈，哦，啊，我们这一边怎么参与啦，哈，哦，那，啊，怎么样做出决策啦？啊，如果说要我讲出要到底要把剑湖山搬来还是要什么东西哈，哦，那个我没有办法讲哈，哦。每一个人都有他心中的梦啊，哦，那，我想我没有办法代答了，那我想说这个机制，如果说啊，我们在座也很多媒体朋友在这边，那我是很期待说台东哈真的能够进入到哈公民，我们叫公民参与。我2001年哈，我们那时候开始成立南岛社区大学。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南岛社区大学？哦，事实上我是觉得说，就是类似公民社会啊，希望跟终身学习这两股潮流能够结合起来，哦，那让台湾呢变到一个成熟的民主啊。我们可能也许你这样看，这20年来台湾开始从总统大选到现在20年，事实上我们是在磨合啦，哦，我们真的是在摸索怎么做。所以我们到目前我们的民主，我是觉得还没有细腻到刚才两位讲的那个部分。我们就是投票决定，我当了县长，我当了什么，好像他什么都会了，哦，然后什么问题他都认为说他讲的才是，哦，别人讲的都是妨碍发展，会容易掉落这个事情。事实上我们都是很无能的，哦，我们只会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可以进入到啊，从这个我们议长，哦，也是学这个公共行政的，也可以导入，哦，我们台湾，哦，台东开始有这个啊，就我们叫群策群力，哦，啊能够让我们台湾啊台东很多的决策是有智慧的，哦，那我就觉得，而且议会可以做的搞不好还比县政府多了这一部分哈，哦，让我们的啊未来很多的决策哈，哦，真的是能够啊群策群力，哦啊把事情啊做好，而不是啊动不动好像是有意见的人就是变成是好像，就是好像在搞破坏，哦，我想都不是，哦，我想今天的对话里面我也学到很多，哦，嘿，那我如果说能够导到这一边来，我是觉得也是我们饶议长的努力跟贡献了，啊，谢谢。好，来，我们请部长发言。好，谢谢哈，我想待会儿是有很多现场可以提问哈，在各位提问以前，我把刚刚听了三位语坛人的话，我大概帮大家整理一下哈。当然我们看到台东县政府的困境，我们也看到整个台东县的困境。我觉得美丽湾这件事情哈，导到现在啊，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归零了，回到原点来谈。我们刚刚副县长提的 BOT 哈，因为我曾经是工程会主委 ，BOT 我们是主管官署。我觉得有非常成功的 BOT 案啊，这是游戏规则要讲得非常清楚。当然有游戏非常成功的 BOT 案，我们也不应该反商，也不应该仇商啊，而是说我们要如何把这个经济行为跟环境保育跟我们居民的这些就业得到一个平衡点。
我在全国跑，尤其到我们很多的，譬如说南部的这些乡下，你会发现呢，真的很漂亮，但是没有变成钱。很漂亮，环境保育的非常好，可是你要思考说，那他这地方这么漂亮，问他为什么隔壁那个村子一直在抽地下水，他求那个判死，他必须要去抽地下水。政府要不让他抽地下水，那当然政府可以不让他抽地下水，可是问题来，你不让他抽地下水，他要吃什么？就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很漂亮的东西，就是政府的责任了，把它达到一个双赢，把它的利润制造出来。事实上，环境保育跟经济发展之间不尽然是冲突的，它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双赢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思考如何达到双赢。所以我会建议呢，今天呢，美丽湾，我刚刚他们给我整理一个表，从2003年整理到现在，洋洋洒洒。我告诉各位呢，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真的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因为它非常复杂。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呢，回到专业。什么叫回到专业？这里面有什么专业？这里面有法律的专业，这是非常专业的哦。因为譬如说，你的法院判你呢，判你那个败诉，它的败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法律的专业。我们今天讲说，败诉了以后呢，台东县政府就可以去把它拆掉吗？不见得哦。你要拆人家的房子，有拆房子的法源。你真的要拆，你要把法源搞清楚啊！你不要去跑去踩了半天呢，他说业者去告你，不都又赔了好几千万？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所以呢，那你不拆，那不拆它的法源在哪里？刚刚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洞，要怎么补起来？这叫做法律的专业。所以我会建议呢，回到专业来解决法律的专业。这里边有我刚刚提到的工程技术的专业，这个地方到底安不安全，海岸稳不稳定，这是工程师讲了算，不是你们讲了算的，这是工程的专业。然后当然里面有环境的专业，里面有多少鱼、多少虫、多少鸟，开发过程里面造成了多少的冲击，开发一定会造成冲击。但是我们当初在定湿地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叫做补偿。我们台湾地狭人稠，我们不可能说我今天要了环境大家都不要吃饭，所以它里面有一个补偿的机制。所以今天变成说，假如我们今天判断，所有的专家都判断，所有民众都判断说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干的，但是它对环境有影响，补偿怎么补偿，如何把它给补偿起来？当然这补偿不是你们说了算，不是环保说了说，团体说了算，不是县政府说了算，它有一定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在台湾是陌生的，因为从来没人补偿过。所以我会觉得今天这是个危机的，但是也是一个转机。所以我还是呼吁到呢，大家回到原点，好好来谈。当然要回到原点好好谈，里面呢刚刚讲的，事实上我们很多人讲都是参与式的决策了。我们好好的设计，因为我可以几乎可以帮美丽湾判定，假如这个今天县政府说我就是不服气，我还要再重启环评，到了法院去，这个环保团体再去告，最后又撤销，我就这样耗下去。事实上呢，大家都输，这个厂商被拖垮了，事实上这个东西最后变成一个烂尾楼，然后呢海滩呢永远不会恢复它原来的状况。所以我会觉得呢，我是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们把它归一零，我是大家把所有自己的心里面的东西都放下来，找专家来真正协助我们台东县的所有相关的人，把这件事情都弄清楚。弄清楚以后呢，我是觉得我们再来考虑到底要干不干，要干怎么干，不干要怎么不干，怎么样退场。我觉得呢，我们台湾呢也通过一个法叫做公投法，可是公投法呢过去从头到尾没有操作到这样一个议题。我觉得今天呢，我给台东县政府的建议是，你走法律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的。你要是回到把所有东西都谈清楚以后，回到公投，事实上公投过了也并不代表说公投过了我们今天环境的问题都可以不用管了，而是公投过了起码让台东县政府有一个 backup， 就说好，我有一个理论基础，我要谈这件事情，然后再回过头来谈我们如何对环境、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把每件事情弄得很圆满。我觉得今天呢还是回到专业来解决了，不然这样子各说各话，到了最后我几乎可以看到，我几乎可以帮美丽湾看到它最后的结果，就是最后变成一个烂尾楼。
然后厂商拖死了，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海滩永远不会再回来。我是觉得这是我们不想乐见的了。当然这是一个过去从来没有碰过的一个棘手的问题，那我们很乐意协助台东县政府，不管是从民间的角度，从当然我已经不在中央政府了，我也希望说未来的中央政府协助台东县政府把这件事情给好好干。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议会这边也可以试着来解套，不然这样各说各话下去到最后是没解的。没解事实上不是台东县之福，而且台东县要是有办法把这东西做出来，我觉得就帮台湾很多类似的问题都一样解套。不然刚刚讲的我们副县长讲的大巨蛋要怎么解套，那个很难解套的，那个问题比你们美丽湾复杂100倍。但是解套的方式解套的逻辑都一样，我们台东县人呢做一个示范告诉台北市民该怎么解套。我是觉得我们台东县呢是一个危机，但是把它变成转机相对容易的原因是我们这儿真的是相对单纯。你到了都会区去那是复杂的一塌糊涂，我们这儿是相对单纯的，而且就是一个饭店，周遭的人没有人住在一楼，没人住在顶楼，跟大部分人的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相对是单纯的嘛，所以我会建议回归专业来解决。好，谢谢，我们时间也到了哈，谢谢李部长，李教授，教授我是习惯称呼部长，给我们台东县议会这样，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来协助县政府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台东的一份子哦。那我们现在时间到，我们是不是开发给现场几位好朋友，我们就来针对这个问题来提问。好，我们先自动举手好吗？好，我们请副县长。好，刚刚提了哈，大概真的是专家哈，专家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冗长了，要整合意见本来就很难。那现在刚刚刘教授所提的这一个部分，中间其实就是刚刚提的信任，没有包容，没有包容，没有信任，然后是对立的。是因为这一些原因所造成的，中间的过程那一些是不是有瑕疵的，那个法院判决结果是如何啦，中间都是少了这一块了。今天如果是大家都当时刚开始都不是那个黄建庭县长，我们是在收拾啦，简单讲就是说在收拾，我们不会像柯P这样把别人政绩当什么弊案。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台东县是看到整体的环境的问题，我们希望台东未来是不是会更好，我们是基于这些立场跟这一些责任，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但是面对环保团体的时候是对立，你看看哈，如果今天能够那么理性，所有的环保会议里面，环保会议对不起，环评法里面有规范哦，这是中央的规范，我们照那个规范，那怎么会有人爬窗户然后在那边抗议，有理性吗？完全没有理性。今天跟我说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谈问题在哪里，我要求是什么，你们希望能做到什么啊，你能不能接受这些，如果真的是这样搞，今天美丽湾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刚刚讲的那一些过程怎么样，我跟你讲，那个都是一种迷失啦。包容让地方更有发展，有什么事情可以十全十美，太难了，中间难免有瑕疵，但是怎么样包容让它整体的效益是最好，我们要的是整个效益是最好，对台东的未来是最好，对民众是最好。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不去提细节，是因为我们想要的要一个比较大的，不是在那边斟酌哪一年开哪一年停工哪一年怎么样哪一年怎么样，不是这个，要的是大的。台东县我相信要的是，只要对我们地方有利，对民众有利，对地方发展有利，些许的这些瑕疵或者些许的这个缺点，应该要包容，或者你永远走不了下一步。我们台东现在面临的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你怎么可能法令非常周全，所有的机制都非常周全，然后一走就是十年，台东等不了十年了，但是怎么办呢？中间就是要包容、信任，只要后果是更好的，我们就要容许。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跌倒，你都怕他跌倒，他永远走不起来了。一定是让他去经验，让他体验，然后让他成长。我们在旁边扶持他就好。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是能够建立包容整体的效益，看怎么解决。纯粹依法论法，纯粹依各种程序，我跟你讲，台东永远等不到。好，我们开始开放提问。我们有江坚硕议员，我们是不是最好有两三个问题一起，然后我们就请台上的好，我们先请江坚硕议员发言。主持人，吕部长、沈署长、陈副县长以及刘教授，今天与会的各位地方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选区的议员，所以我想理所当然应该由我来发言。我如果不发言，回去一定被骂。我个人从民国75年担任卑南乡的乡民代表，担任四届，照台东县议会。这一届是第四届，今年刚好第30年。75年的时候，邱乡长就把公共造船的案子送到乡民代表会，经过代表会同意，76年还三眼海水浴场开始营业。可惜营业2年了之后，因为公部门的经营不善，后来到最后是委间来去经营。但是当时的委托民间经营是地方上非企业型的民间经营人来去经营，也经营不善，后来忍痛把三眼海水浴场交给台东县政府，台东县政府有局部的补偿给卑南乡公所，后来县政府也认为这个实在没有办法管理，东莞处成立之后，县政府就把三眼海水浴场整个交给东莞处，其中部分的设施，东莞处因为管理上的困难，就就地把它打除，掩埋在沙滩上、海滩上。后来环保团体所说的那一些偷埋废弃物，就是那一些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污染源，都是从野溪冲刷下来的污染源，所以都不是美丽湾在开发过程当中所掩埋的。我想这个我要先续名一下，因为在地的民意代表我最清楚。93年。12月，徐县长通知我们到县政府去参加签约仪式，我们当时很纳闷，当时的代表会主席也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被徐县长给压下去了。94年2月5号延基法才通过，95年美丽湾盖得差不多了，主体工程大概完工的时候，县长是跟业者都分别找我，希望我能够协调占用交给美丽湾开发的这个现有地，占用现有地的这些住户，希望我能够去协助协调，请他们迁出。当时我也帮他们争取补偿费，但是到最后来我发觉不对，除了因为其中有一户姓林的，他们全家人就住那个占用的土地，那个野子野里头的公寮之外，我个人发觉他们的构想是相见度假屋就是建立了，主要是在现在的野子岩林头岭这个部分，就是林家的这个土地周边。我就跟业者讲，这个区块是目前三眼湾保留唯一保留有林头的区块，跟马兜藤这个区块可以防止海岸海浪的这个冲刷。我个人建议他们不要去动这个区块，度假屋是不是可以不要建？后来他们同意，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把脑筋动到把容积率提高。我们一直以为96年美丽湾会开始正式营业，没有想到96年他们是提出第二起开发案，那就牵涉到必须要返品。可是事实上，在我的看法，
94年核发给梅利湾的这个建造应该是有效的。刘教授他们环保团体所提出诉讼，后来判决无效的这个建造应该是第二起的建造，应该是第二起的建造。所以我个人以为，我们应当就事论事来看待这件事情。那美丽湾在他开始开发的过程当中，我要求他们要帮助在地的部落来成长，提供在地的乡亲职业训练，同时优先提供给他们就业机会，他们这个部分也做到。但是很遗憾，因为种种因素，到现在整个赤桐部落已经变得没有活力了。这个部落曾经是卑南乡最落后的一个部落，我当乡民代表说连一条排水沟都没有，连一条正式的巷道也没有，更遑论说现在的集会所。这都是当年我在乡民代表任期内跟部落一起努力，透过各级民意代表协助来争取来的。我希望美丽湾的开发能够让部落跟着一起成长。我跟业者讲，你今天美丽湾开发的再成功，你周边的环境没有办法跟你美丽湾一起提升的时候，你的经营也绝对不会有任何太好的营收。他们也认同，所以他们一直积极的帮助周边地区的这个成长。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未来这一条路要怎么走。但是很庆幸刚才听到沈处长讲那一句话，说还可以再重启环评。那我想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做。但是李部长所说的也对，也有道理。我们应该先静下心来，听取各界的意见，然后来想办法找出一条最适合台东美丽湾能够存在，台东的产业能够发展，部落地方的就业机会能够获得保障，朝这几个方向来去努力。我想刚才刘教授也讲了，他们也没有说要零开发，所以我相信刘教授应该以后会在这个方面从后面从旁来协助我们，一起找出一条更适当的路才是了。所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会后我们议会应当跟县府来就这个方面来广纳真言，来寻求出一条可行之道。那美丽湾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合法，他也不能就这样子按照原来的契约，他契约要变更了，要重新订契约了，他的回馈要提高嘛，不能够这样子让他平白的得意啊。更何况今天台东这个美丽湾不能够发展，影响台东整个发展是美丽湾的业者自己造成的。96年他如果先营业再来进行第二期开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问题。我相信到时候是刘教授他们是在指导我们应该如何环保跟产业能够双赢，应当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期盼在各界共同的努力之下，美丽湾能够起死回生，台东的产业能够发展，在地的环境能够获得保护，那个保护原住民的就业机会能够获得保障。谢谢。谢谢江议员啊，跟各位报告，江议员是那个美丽湾的部落的所属的议员，他也是从代表起来。我们再征求两位好不好？那一起好啊，太好了。那我现在看到有三位，我们杨玉谦杨理事长、汪清四汪头目，以及最后举手的苏雅婷，这样雅婷，那我们就用这个顺序好不好？好，谢谢。啊，教授、议长，还有我们署长，还有我们的陈金虎秘书长，我是中小企业的理事杨玉谦。刚刚我们江议员提到的非常的清楚。那在过去美丽湾，我们觉得纷纷扰扰，每次经过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美丽湾就是贴着布条，非常的难看。有很多人问我们，台北问我们，美丽湾是美丽信跟美丽华有什么关系？怎么会美丽华的百货公司也在抗争？我觉得外国人也问，美丽湾饭店好像就成为一个笑剧。那这样的是以前我们跟你美丽湾不接触，因为跟美丽湾接触就好像官商勾结，就好像非常的恐怖。但是在前几年，我觉得很偶然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海水浴场，海水浴场也开放了，那中小企业还有很多各方面大家也接触到美丽湾，才开始去了解到美丽湾所有的始末。那刚刚江议员讲得非常清楚，但在最后一次的环评我们有参与，我们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80间的房间，而且它必须要3级薄膜的水，再度的没有零污染，包括连机场的接送都必须要用电能车。
我想没有人做到这样子。沙巴大家去过吧，沙巴非常的漂亮，而且沙巴的海还有鱼我们一看就非常的清楚。沙巴我在24年前去投资过，只有几间民宿，而且是失败，土地不能有。但是20年后再去看沙巴，沙巴的饭店比我们多太多了。而且沙巴是两个是马来西亚的文化，东马跟西马，他们也非常的抗争环评。我觉得教授讲的，刘教授讲的也对，但是我觉得方式不要太激进。今天我从很多人都非常崇拜我们李宏源教授，我也非常崇拜。我今天听到了，我听到四个字，他从头到尾把四个字讲得非常清楚：慎始善终。我觉得慎始他必须要有一个运气，也必须要有勇气，也必须要有人气。但是最后的一个环评的时候，县政府也希望，县政府绝对没有去干预。如果县政府要去干预的话，他当初环评过的话，可以在银灯很快就给他。可是我觉得美丽湾真是个笨蛋，他的银灯怎么会那么的慢？如果他当初已经营业了，那怎么办？如果美丽湾跟县政府有瓜葛的话，我想今天不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善终怎么善终？我觉得大家一直在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可是这中间有个意识形态，意识就会有反对。我想我们陈秘书可以，那秘书长那么的生气，我可以理解，因为要把一个环评弄好跟中间的过程太辛苦了。2年前我的投入，我觉得我们跟美丽湾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在座有很多的理事长，还有当初环评我们台东的人民去了1500多人，不管是议员，不管是代表，我们在赞成方面也出来了，反对也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反对人士唱歌，他们可以唱歌，他们可以跳舞，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表演，但是这些我们做不来，因为我们只是商人。我觉得很多事情也许在慎始一开始没有很谨慎，但是发生了，我想这个时候不是议会，不是县政府可以马上来担当这个责任，这必须要中央必须要来协助了。因为不再协助，美丽湾难道要变成鬼屋吗？我其实也很佩服美丽信集团贷款6亿这么多年了，有办法撑到现在。如果这个投资者是我，我可能跟员工手牵手跳海了。为什么？活不下去了。那我们台东人看到一个美丽湾经过那里，我没有勇气再看。为什么变成恐怖湾了？每个人都问你，哎，美丽湾哪会这样奇怪，那插来插去，你这建户是怎样？讲也讲不清，说也说不明白。总共才80个房间，而且我们没有污水处理。请问民宿有1000多间，这个水要流向哪里？环保人士、环保专家应该是跟建设共同来发展，共同来努力，不是对立。可是在两年的时间，我参与了美丽湾，就是大家民间啊促成的，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为什么？大概共掉的兄弟都玩 gay 哦，甚至就是不讲话了。我觉得这样不理性，所以我认为官司，我觉得诉讼也是国家的机构，台东县政府也是国家的机构。当国家的公务机构部门跟诉讼产生这么矛盾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到底是同样都是挂中华民国的国旗，为什么一方可以，一方不可以？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觉得很疑惑。在这里我恳求，不管下一任的县长是谁，下一任的总统是谁，都应该把这个慎终、慎始、善终这个善终两个字做好。谢谢。主持人刘议长、李教授、陈副县长、沈董事长、刘教授哈，各位在座先进，大家好，我是台东市马丹部落头目王清世。讲到美丽湾，跟我们原住民的关系很大，如同刚才我们那个李教授讲的。这个一个环境一个地方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不是只给企业用的，而是给大众的。我们阿美族原住民啊，那么我在这里就当作文化的先导好了。我们每年7、8月都办丰年祭，也是我们的过年一样很隆重，而且顺便还有海祭。那时候训练这些青少年这个年龄阶层怎么样讨海求生，怎么样生活技能在海上抓鱼，怎么样抓鱼贝，
是这样的啊。可是美丽湾来的时候，如同刚才李教授讲的，很多人抗争，有的是为了环评，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权益。因为我们原住民自古以来这个潮间带就是我们海祭训练的地方，结果美丽湾说这个地方你们不能抓不能用，喂，这是我们很早就在这里呢，是不是？这个是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抗争。刚才刘教授也讲了，听说去年这个海岸管理法已经定案通过了，那我们又更悲哀啊，我们原住民沿海岸可能要更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限制，很多的这个管制，而且政府对我们原住民不管狩猎也好，现在都是在谈这些了啊，都是以华丽为主，以一旦触法就依法行政，那怎么办？惩罚，所以很造成很多原住民被关、罚款，造成很大的痛苦，很不幸福，很无助，很无奈，情何以堪啊，对不对？所以说啊，刚才又讲说管理法好，我现在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我们原住民的本质，希望我们汉人原住民能够，我们是多元化的社会国家，要融合，互相了解，互相尊重。那么我在这里因为美丽湾这个开发案而延伸的原住民的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做综合的向各位啊做我的见解的讲述。第一个我要说的是让大家认识我们原住民的本质。原住民是只有文化没有文字的民族，完全遵循代代的习老口传来传承文化，让我们后代子孙去遵循永续发展。第二，原住民族一向是非常敬拜在地的神明，尊重自然，顺服自然，维护自然，而且坚守生态生生不息的观念。我们不会破坏，我们不会滥采，我们会适可而止，也不会被拿来变卖去做生意。所以我们自有原住民以来，我们没有破坏过环境啊，我们制造了华丽，那又有在这个深山里又有水在那边守滑，还不是在那边乱砍乱滑，华丽有什么用啊？你要把两章都讲完吗？同我是这样啊，我想我讲这些话，希望啊各位哈，以后啊能够有什么冲突的话，能够也通融一下，也了解一下，让我们接视说总两位总统也。也去召见我们了啊，能够落实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大家好，我是苏雅婷，我今天是站在台东市民，然后在从小在台东长大的一个身份来谈哈。那我想这个美丽湾 BOT 案，它基本上因为是县政府的地，是一个公共具有公共性质的开发案，所以当然公民来监督县政府，这个是本来就是政府跟人民权利义务的关系。那我们那三元海水浴场，我想是我们台东人从小共同的回忆，所以今天很多美丽案在被质疑的是，大家是很遗憾说为什么那个小时候的沙滩不见了。那是用海水浴场的方式，其实很多人的觉得是美丽湾不应该盖在沙滩上，而不是反对饭店开发。事实上我们看到美丽湾停滞了这十年，可是其实台东市
有更多的旅馆已经都在台东市盖起来了，很多人并没有去反对，而且我们看到台东这几年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那甚至饭店还有民宿还到目前为止还过剩，也提供了很多机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是因为美丽湾盖在不对的地方，所以才造成今天的争议。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想县政府的角色很重要的是要依法行政。今天法院已经判决，在程序上县政府就是违法，是因为在环评程序上因回避、没有回避等等的理由。所以我想，包括后来刘教授在提的说建造无效，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事实是三个诉讼案败诉，包括环评，包括不能复工，包括建造无效，那就是要面对美丽湾这个建筑是一个实质违建的事情，究竟要怎么办，要怎么善后。我很同意李宏源教授说的应该是归零来看，我想这个归零来看是在行政判决已经定验之后的归零，我们现在来看那块地到底该怎么办。那县政府因为当初本来在2012年把它拆掉就没有事了，可惜我们拖了4年，所以我想现在应该要来谈的是说，到底是要重启环评，还是要国赔，或者是买回？既然这个烂摊只是在黄县长任内弄出来了，我想现在要善后，县政府无可回避。那到目前为止，到底行政程序上、依法行政上应该要怎么走？县政府有义务要提出来这几个程序、这三个方向准备怎么做？法律的依据在哪里？各有什么利弊？所谓我们公民的讨论，其实是要在有一个草案方向很具体的摊开来给我们县民知道，然后大家又在这个基础上共同讨论，这才是一个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想各方的声音都应该是可以提出来，各种想象，包括那个立委曾经提出来说11亿买回，我想那个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方向。可是我很遗憾今天没有听到县政府提出任何的具体的到底进到行政程序怎么善后，那所以很怕真的是拖烂尾，跟是不是黄建林县长又要把他丢到下一任去，这个才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还是建议说，甚至希望今天可以回应到底县政府这三个方向准备怎么办，美丽湾拆或者是不拆，不拆的话那个建筑要怎么办，你就算买回来这个是一个违建又可以做什么用，那甚至很可能因为它的底下沙已经被掏空了，可能搞不好这几年内大自然就会把它收拾掉。所以我们是要看更长远的10年20年，这个三元湾准备怎么办。我想台东现在为什么会那么红那么夯，正是因为它的原始跟没有开发，所以我们要珍视我们台东人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就像说旁边的护渔区，护渔区它也是用一种低度清海的方式。那三元湾过去曾经有很好的是在那种露营的比较原始自然的方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营运方式。我很希望我们真的可以赶快，包括希望县议会负起监督的责任，赶快把这具体的该怎么解决的行政程序跟方式先把资讯摊出来，然后再跟我们市民一起讨论。谢谢。好，没有再发言了哈。最后，好的，最后一位好不好？谢谢。也请您简短发言好吗？谢谢。郭小姐，郭小姐，请发言。是，各位在场的朋友，还有台上的贵宾，大家好，我是台东居民郭静文哈。然后我就简短的发言。就是今天好像台上大概有呈现几个论点，一个好像重点我听起来是美丽湾它不是违建，是合法的，好，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法院判决它是
程序违建而已，他只要就是在补还停就可以过了，所以建物其实他也没有问题。但是这好像也是跟其他有在讨论美丽湾案件的法学界的观点好像不太一样哈，因为行政法院的判决也有指出来说，他的判决很明显说美丽湾公司规避环评在先，他的建造是无效的嘛，后来整区通过的环评的建造又因为被撤销，所以而且不受信赖保护原则，那这个建造撤销建造无效或失效，这个建筑物就是违建啦，哈，法律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而且刚刚那个副县长有提到说，为什么有团体都没有去提到他实质违建，去追究那个污水的问题？那其实应该是法院他也认为说，美丽湾政府违法应该回避不回避，就是程序应该明显违法了，不用去审实质的环评书也可以撤销。达到撤销程度，而且这个台东县政府自己的律师诉讼上面主张的美丽湾违法事项都有判决书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很认同台上讲的危机就是转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真的是很愿意站在跟县府站在一样的立场，然后我们觉得县议员然后县议会也要站在跟县府一样的立场去追究美丽湾的责任。我们现在真的千万都不要去帮美丽湾喊说他要赔多少给他，因为这个都是没有证据的状况之下讲出来的，那县民跟那个居民都不会认同说这样子好像就自己去谈一个价钱就要解决这件事情。而且美丽湾自己法院都说了他没有信赖保护的原则，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几乎可以不用赔他。那如果法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立论，我们就真的很支持县政府真的就去追究他，然后我们就帮我们的县民看守住荷包。那县议员各位也是要站在一个看守荷包的立场去做这样子一个就是未来可能是我们是很希望是朝这个方向。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台东真的是发展观光，那因为我们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各位有一些长辈可能也都比较也有了解，有的人有了解，有的人不了解。其实现在外面在喊要拆美丽湾声音很大，那危机就是转机，这是台东可以发展一个观光的好时机。其实大家都没有反对台东盖饭店，那大家过来去进行一个违法美丽湾建物的拆除，反而可以改变台东县政府的形象，也可以促进台东的观光发展，然后还给这片沙滩一片原来的样貌，这是我们的想法。谢谢，谢谢。我们已经超过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先请刘教授。到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零开发，也不是什么哈，那可能这个饭店它是不是适合盖在那边那它的那个程序的问题，我想回归到刚才原点，法院都已经判决了，那个是建造无效哦，好，不是说它还可以重启环评哦，重启环评环保署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不认为它该重启环评。我们回归到我们李教授所说的这样，那希望说李教授也许可以跟我们议会跟县政府一起来合力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我相信台东有很多关心的朋友，我们台东大学有机会，这个是一个公民教育的过程啊，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希望能够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谢谢，谢谢刘教授。那我们远来试客，我们先请沈署长，然后再请我们陈副座，那最后我们请李部长总结。好，我想今天是回顾跟前瞻了，大家其实对前瞻部分可能会觉得更重要，我想确实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当然在要站在一个很好的法律基础，刚才讲到其实那个很专业啊，所以到底判决书是判成什么样子，程序还是那个是违建啊，建造的无效了之后，那其实要回归建筑法啊去做决定，而不是在环评法啊。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好几个法律的互相的竞合，而互相要分工把它澄清，那需要他各自的专业。那我回头我觉得确实呢，不管是澄清过去或者是将来的规划，一个公民参与的机制的设计啊，在台东呢能够让它实现呢，能够是最重要的事情，成为全国的一个典范，我觉得很大的期待。
两次都站起来，我现在要坐着谈，大家也许会觉得我温和一点，因为事实上这个案子刚刚在讲那个责任，我刚刚提过，只要你把前人的证据当作弊案，很容易处理啦。他说猜的部分也很容易处理，都是别人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啦，哦，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看到我刚才的那个简报里面，我们想的是一个整体性的时候，不能把任何事情都当成弊案，任何事情反正你烂的是你不对，是你家的事情，而是这个是台东县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在台东县里面，不管我们也许有不同意见，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能够找出一条路，我们是要找出这一条路。但是今天这个从许庆远时代的事情一直到邝丽珍，那时候已经吵吵闹闹了，环评在刚刚讲的过程其实都在那一个阶段了，那我们后面是更愿意负责任的，希望把这一个事情做一个处理。五十年的合约不是说解约就解约了，有那么容易吗？何况刚刚讲的，你说建造无效是回归到我们建筑法，建筑法又有建筑法的规定了，不是我们一两句外面说拆就可以拆，说不赔就可以不赔。如果这么简单，今天没有美丽湾的事情了，不会那么容易的。我们身在其中，我们当然要步步为营，但是也不要因为防避过头，结果什么都裹足不前，那台东不会进步。刚刚一直在提到台东市里面有很多的饭店，各位知道那个饭店为什么现在可以蓬勃发展？现在台东市开了多少家年轻人的店，那怎么来的？是整个台东县政府黄县长接任了以后，想尽办法要创造台东另外一方的面貌。那时候我们找到热气球，各位不要忘掉热气球，那热气球所带来的风潮，所带来整个台东县整个改观的风潮，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去破坏环境吗？大家反而更发现原来台东这么美，台东这么好，可是都没有想过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琢磨让它更好。今天台东有做一些改变，太多台东人都有感觉，可是这个只是基础，我跟各位报告只是基础。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认为我讲得很离题的，全国平均移民你愿意少8.4岁吗？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因为活在台东所以你要少8.4岁，没有人愿意。可是那个过程里面很复杂，平均移民是综合很多因素出来的，那为什么台北就可以到82点多岁，那我台东为什么不行？我们有没有去深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所以我讲的是一个整个施政方向，整个台东未来应该怎么样去改造它，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很幸福的城市。好山好水应该什么？后面那句话应该什么？叫做好长命嘛，好幸福嘛。可是今天我们台东县得到的是什么？好山好水叫做什么？好短命，凭什么？可是大家为什么不去努力？纠结在美丽湾，纠结在任何一个过程里面，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或这个我们是要共创双赢。我刚刚提了嘛，我们是要双赢，不是偏薄，你偏薄台东就没有机会，我们是整体发展上面都双赢，这个台东的机会才会来。综合的还要好几年以后我们才能追上台北市的那个寿命，这个才是我们好山好水好长命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人家是因为你台东这么美，台东这么好，什么都好，我更长命，人家更喜欢来嘛。所以我们是综合性的。对不起，我知道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骂我，可是大家是不是思考一下，我们的思考不是针对一个个案，针对一个部分，我们是要设法去解决问题，我们是希望整体的发展。所以我为什么用简报来表达那个你们认为离题的事情，我们台东县政府不要让台东更好吗？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哦，所以我是有一个大前提在，我们是希望共创双赢，不要再用这一种方式，什么都不能包容，什么都不能信任，然后一面指责。
结果台东会更惨。我们要的是台东更幸福。好，谢谢。好，谢谢哈。我想我做个结论，大家就可以散会了。今天听到很多人的发言，我觉得大家还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台东县政府的忧虑啊，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业者的忧虑，也看到环保团体的忧虑，大家都很忧虑啊。可是问题是呢，我们怎么样来解决？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啊，不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烂尾楼。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其实也没那么，我觉得县政府，我可以举以前我们当初在台北县做的一些案子，可以跟各位来讨论。我刚到台北县的时候呢，那时候闹得最厉害的叫做乐生疗养院。我们那群我们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几乎每天把我们县政府给围起来，乐生疗养院。都是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他们骂我是冷血的官僚。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8年前定县的时候你不来抗争，现在已经几乎要盖完了你来抗争，我没有立场，我站在一个主管官署的立场，我只有赶快让他完工，我才有办法回头来解决这些乐生院民的问题。就我就举个例子，你当初你去看医生，同意医生给你开刀，结果医生开刀开完以后，你跟医生讲说我不要缝起来了，我说我不可能不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再想办法解决。我跟他讲说呢，这些院民，这50个院民可不可怜？非常可怜。可是乐生疗养院摆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施工的围篱，我们大新庄地区1年的人命伤亡100个。那我请问你，那这100个无辜的这个车祸重伤死亡的人不可怜吗？那50个人可不可怜？大家都很可怜。所以我能怎么办？我尽快完工，围篱拆掉，我再回过头来解决乐生疗养院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大家应该要讲的是我们要如何善后，而不是大家僵在那儿到了最后都没解。我们有一个大家都很害怕湿地法，但是呢，我们台江国家公园，你会发现我们台江国家公园里面住了一堆人，我们的黑面琵鹭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卖点，然后最后达到双赢，因为台江国家公园，所以过去的台南县找出它的风貌。那我是觉得那都是一个案例啦，我是觉得很多人很害怕说，哎呀，你们湿地法过了，海岸法过了，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有智慧，如何达到双赢。所以我还是回到原点啦，我们真的这件事情再这样子两边各说各话下去，最后就是到了最后就全部僵住了，最后就是业者也倒了，房子变成烂尾楼。我不认为台东县政府愿意看到，我也不认为我们环保团体愿意看到这件事情。所以还是我回到我刚刚讲的归零，大家从头到尾好好从头到尾谈一遍，谈到最后呢，大家决定该怎么办，我们就协助台东县政府该怎么办。里面我觉得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的一个单位呢，叫做台东大学。我觉得我们善用台东大学的这些年轻人，给他们专业，协助他们如何在台东办个100场对话，如何让大家聚焦，如何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如何解套，如何找到一条路，如何找到法源，一起来解套。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丽湾，美丽湾才有解，不然我不认为这样子继续搞下去，台东县政府是，我不也不认为下任县长有办法解决了，因为整个僵住了，我看起来是整件事情是僵住的。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了，归零，我们从头到尾好好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无限制的摆烂下去，我是觉得今天县政府要有个决心，就是说我们花1年之内把这件事情理清楚，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目标定出来，然后呢很慎重的委托台东大学要给人家钱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花钱。我是觉得我在政府做事情很简单，我们做事政府就是做就事论事，在商言商。我们不能祈祷大家都用一颗好的心做义工，让台东县政府、台东大学协助台东县政府把这些所有的设计都设计出来，都弄到最后有了结果。我觉得呢，
实在我真的要怎么解套，我慎重建议台东县政府好好的来公投，两个案子大家来好好谈。但是公投不是叫大家乱投，而是所有事情全部透明、全部公开、全部达到共识，哪些问题大家有疑虑，解决没有，不能解决，要未来要怎么解决、怎么补偿。我还建议大家呢，在这做的过程里面呢，做一个网站，所有的讯息全部在网络上沟通。我当初在操作中港大牌的时候，是所有网站、所有讯息全部上网络。我还交代我们的水利局的局长，民众上网问一个问题，7天之内你要回答人家的问题。他的问题要是有建设性，交给建筑师把它融到他的设计方案里面去。我觉得今天台东县政府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从头开始很专业的、很慎重的把所有东西都公开。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关心环境的朋友呢，有一个开阔的心，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对立。制造对立下去的最后的结果是，不但没有双赢，双输，大家都输。这件事情到最后是没解的。我们原住民朋友有很多的这个疑虑，我可以告诉各位原住民朋友，原基法是上位法，实际上原基法是可以 override 很多的法令的。我们原住民的朋友要善用原基法。但是现在原基法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我不在这边谈了。事实上，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利器，我们只是不会用而已。我们应该要如何善用它？但是我也不觉得说原民跟汉人一定会有冲突，经济开发跟这个生态保育一定会有冲突，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有太多双赢的空间。我也期许了，我能帮忙，我会。假如说台东大学真的要做，我们县政府真的要干，县议会真的要干，我可以请我过去带过、真正操作过、公民参与的好手下来帮你们。我觉得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达到双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至于说国赔赔多少钱要怎么弄，国赔有国赔的程序，它有一定的程序要走，也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谁说了算，因为法律就是法律。我是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国家，依法论法，回到法上面来解决。但是这里面呢，美丽湾里面我还提醒大家呢，它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了，它已经变成政治问题了。到了政治问题以后呢，就是政治解决。所以法律解到法律该解的地方，政治来解决，这件事情才会有解。不然呢，这件事情我看起来是没解的。还是回到原点，大家都有一个开阔的心，从头到尾来看这件事情。我想今天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回到原点，大家努力的来面对它，很专业的来面对它，把所有的情绪都收下来，我觉得它才有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协助台东，我们一起来努力把台东找出我们自己的定位。然后我们也期许对话变成我们公民参与，变成我们台东县的文化，我们自己决定台东未来该怎么办，而不是让这些政治人物牵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台东应该就这样子。不是的，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怎么样。我想我就把它讲到这个地方，也讲太多了，谢谢大家。李教授已经带结论非常完美，那我们谢谢各位好朋友今天的参与，那谢谢大家，我们谢谢主讲者，那台东县议会愿意成为中央跟地方的桥梁，谢谢大家，谢谢。